你们手机用户那个，嗯，上货了，这么轻轻松松就上货了，有什么东西？你同样的地方你还挖，难道还有洞吗？这个草边上可能有，我去，果然，欢迎新进的大哥们啊！你那边养虾的多不？我们这边不多，外面用田养虾的多，就附近的吧，附近的比较多，用田养虾的，用池塘养虾的基本没有。像我们这块基本上没有。嗯，这个鹿哥，我给你上个黄毛吧，啊，帮我点点关注吧，欢迎川大爷。嗯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我们才来的这么一会儿。你们那里那边的虾多少钱一斤？这边收的话，我们这里收好像就是30左右吧。现在都没有人收了，现在这个季节没有卖龙虾，还卖什么龙虾？都打洞了，这个龙虾。大虾是个大的吗？也可以是个大的哟。我去，可以，还夹着点，可以，我喜欢。是个牡丹，是个牡丹。嗯，这是个牡丹。这是个牡丹，是公的。等一下，不准了，毛准不上给的。剪下去又会掉，这是公的吧？嗯，公的。你又被他夹了一下，正常。哎呀，被他夹一下真强！还有大的吗？这个母的还可以，这个母的还可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正在啪啪啪就被你逮出来了。